要跑出下面这样的结果，就是说第一年到第十年，所以哈、哦、跑一个回圈哈、哦，基本上的话我们可以 for 哦，然后小刮弧，先给它一个大刮弧 enter 一下，那移到中啊大刮弧里面，我们建立一个 int 的一个变数，预设值的话前从第一年开始，然后呢它进入的话是到当 i 小于11的时候，也就到10好、哦、11就跳离了 OK， 然后呢在步进方式的话就是 i 加加 OK，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出了一个我们要的一个回圈、哦、总共就是跑下面的、哦、其实就跑出下面的结果，那下面这个结果的部分呢我需要一的时候、哦、后面串接一个 tab、哦、然后呢再一个结果就是这边上面宣告一个 double sum a， 那 sum a 的话用复利计算，再两个 tab， 这边一个 tab 两个 tab， 然后呢再 sum b，那就输出把它输出一个两个三个，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下，就这个地方是 i 的值嘛，那后面的话呢是根据什么，也是根据 i，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一的话是第一年几次，那复利特别注意哦，是几次方，就是复利啊，利滚利，所以特别注意要把自己也要再做就是把它再乘上看你要得几次方，然后单利的话就不是，所以公式的部分的话特别注意啊，这也不用死记啦，第一个 sum A 它等于什么呢，等于原来你有1000块，然后呢要怎么样呢，乘上你本来是乘上1啦，1的话本来就1，可是你有利息嘛，那利息的话是平方，利息的话是应该如果第一年的话是 1.0 如果是1.05 乘上 1.05 就是说第一年是乘上 1.05 啊 5%， 那第二年的话呢再乘上 1.05 啊，乘上 1.05， 第三年再乘上又再一个 1.05， 就是看几次方啊，几次方，那在那个Java 里面的话你可以用 math， 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用 math 点 pow，math 点 pow 这边 math， 然后你把它点一下，点一下之后它会有一个方法，你用选的打一个 POW，这个炮后面的话它会问你要你提供两个讯息，一个是你要平方的这个几次方啊，后面这个是要平方计算的值，后面是几次方，所以呢后面的话我就选这个 math 点炮，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给它什么，给它一加上 0.05， 然后呢几次方逗点，后面根据第一年的话一次方，第二年的话二次方啊，好，那这样的话上 A 就算出来了，再来的话呢我们算上 B 是单利的部分，单利等于什么，单利等于它原来1000块，然后呢我们再乘上多少，乘上我们原来自己本来有1啦、哦、就是你如果没有利息的话是1，再加上多少看放几年 I， 然后呢乘上多少 0.05， 这个是单利计算的公式、哦、然后最后把它结束掉就可以算出什么，算出上 B， 那最后要把它输出，输出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，其实上面的我把这个 copy 一下好了，偷懒一下把这个地方贴上，然后后面加上 DI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I 会从1到 10， 所以先放个 I， 然后加上什么呢，加上一个tab 斜线 T， 然后呢再加上什么，加上上 A， 上 A好，然后再加上什么，加上两个 tab， 所以两个 tab 的话斜线 T 斜线 T， 然后再加上什么，加上 sum B OK， 然后刮弧起来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成主次，不过问题来了，就是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执行完之后因为它的资料形态预设是什么，这个预设的资料形态是 double，所以 double 的话呢会有小数点问题啊，题目里面要怎样把小数点取到小数点的就是整数位齁、哦、所以这里的话我需要在 sum A 跟 sum B 外面再包一个，就是把这个齁、哦、我们的这个小数点部分的话四舍五入掉，那把这个小数点四舍五入掉你可以用 math 点什么点 run， math 点 run 齁、哦、后面加一个浮点，浮点意思就是说里面有小数点，你可以 double 或者 float 都可以，然后呢再一个后刮弧就把它刮起来，这样子哈、哦、它就帮我怎样四舍五入了，所以 math 点 run 它的主要用途就是如果将来
你有这个小数点位，你要把小数点去掉的话，可以用 mass 点 run。OK， 好，把它执行过。执行完之后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小数点就不见了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子。那这个结果的话，比对一下，如果你最后做完哦，跟我们完成的这个题本看一下，如果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话，那表示你这一题没有错了，这样子就可以拿到50分。好 ，OK， 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试一下哈。基本上它的题目，后面会有一个评分，评分的话呢，基本上大概就是如果你可以做出 A 跟 B 哈，然后四舍五入这些这样做完的话，就会有50分了。OK， 好，试一下哈，基本上就这个回圈了。那这个难度的话，如果跟九九乘法比起来的话，好像跟九九乘法其实应该差别不大，主要就是说各位要注意一下 mass 点炮这个公式，还有就是单例怎么计算，另外就是说最后输出用一个 mass 点 run。 OK， 试一下。